来，就好像这个餐桌来讲，你们可以看到很适合你们的一般朋友来一起来坐的地方，非常舒适，所以包括你们的是说女生一样可以来吃这么好的地方，因为它这边太多主题了，可以带家人、同事们、朋友们、情侣们，因为它这个餐厅每一个环境都有自己的特色。哇，进入了这个 VIP 房里面，就好像可以进入了宇宙。你们看到他们的光影吗？好漂亮哎！哇，你们看见吗？这个 VIP 房间里面可以容纳20个人，这么大的桌子，还有这么漂亮的光影，你看，哇，很梦幻哎！你们看见吗？跟朋友如果说你要办一个生日派对，里面这边真的非常适合，还可以点歌，你们看到吗？哦，如果我相信跟你的朋友来的话，你们一定会很舍不得嘞，舍不得离开嘞。哇，葡萄里光影餐吧实在太棒了，不但只有这么美的餐厅 VVIP room 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哦，太棒了。单单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望上去的天花板这边，里面最少有10架光影机啊，投射光影机，你可以照到这个四面八方。心动的快来！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天，12月31号。如果谁想要在葡萄里光影餐吧来一起庆祝的倒数的话，这边10点我们有开始，还包括了有我们的这里的著名马来西亚著名的歌手古振邦一起来倒数欢庆吧。Thank you. Thank you. 来，Cheers.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